2月15号，吴尊在网上泼出一组与爸爸去哪儿众人团聚的照片，并感慨发文写道：这一趟来上海太棒了，小朋友要聚在一起真不容易。照片里奶奶带着 Max 与小山竹小泡芙坐在一起分享美食，画面十分温馨美好。而吴尊则与邹市民、董力、刘畊宏同框，虽然董力与邹市民并不是爸爸4的嘉宾，但同样参加过之前的爸爸去哪儿。如此看来，爸爸们就算是跨界也有一场存呢。忙过来新闻，这样的合体聚会请多来几次啊。好的、哦。